看完婉婷刚刚日式风格的表演之后，其实不瞒各位，小弟在下本人我对日式风格的表演也是略有研究。虽然今天是魔术表演的舞台，但我想为各位带来一段有别于魔术的演出。这段演出是一段日式风格混搭台式风格的演出。这段演出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两位我从日本来的朋友。各位观众，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，我们是日版小虎队，我们是胖虎队。我们是胖虎队。